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可以将风格化的图像转换成可以扫描识别的二维码的神奇技术 Control Net for QR Code， 是由从事 AI 领域的研究者所研发。他在大二时就和同学们一起创建了一个参数化二维码生成器 QRBTF.com。 这个项目的创新点在于他利用了 Stable Diffusion 模型和 Control Net 的最新技术，将普通的图像生成为二维码。进行这个项目的训练需要大量的数据和算力支持，幸好项目团队在之前的 Just Sprint 活动中获得了 Google TPU V4 的支持，成功的完成了高达300万张的训练图像。经过多次的尝试与优化，他们成功生成了各式各样具有识别功能的二维码。这些二维码的风格丰富多元，包括了中国传统纹样、浮世绘风格、二次元插画风格、水墨风格、水彩风格、立体风格、抽象风格以及 PCB 风格等等。未来 Control Net for QR Code 的模型发布和技术文档都将公布在官方网站上。这项目成功地实现了风格化图像向二维码的转换，展示出了 AI 在数字图像领域的巨大潜力，这让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生成式 AI 技术会带来更多的突破，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和美好。谢谢大家观看，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别忘了按下喜欢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见。